这个庆祝我们马盖的活动，有这个高峰的英友秀啊，我觉得这个高峰英友秀在这个童子机构，在哀伤哈啊，在感伤的时刻，我觉得我们施工者团队经过评估，我们觉得要取消我们的这个高峰英友秀啊，把我们高峰英友秀一部分的所得，我们要捐给新北市我们的专属商户啊，让一些我们受伤的年轻族群，尤其我们台东县市五个我们年轻的孩子啊，能够给他一点帮助，小小的帮助啊，当年有些事件的活动能够借此抛砖引玉，让集结更多的爱心哈啊，将更多爱心来关怀我们受伤的族群，我们的孩子啊，集结我们的爱心，我们愿意我们台湾更富有，我们台东。今天我们台东市就只有四大族群，有我们阿美族、卑南族、我们排湾族、我们卢凯族啊，我们以现说介入他们他们的仪式啊，他们的祈福的仪式啊，透过这种仪式啊，让我们的马卡派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啊，最重要的啊，让我们一起祈福，让我们受伤皆是在我们粉尘爆炸事件当中，我们年轻的孩子啊，他们能够早日康复，也陪同我们伤者家属，我们一同来度过啊，我们他们的难关。